十五句正能量，既然改变世界很难，那就改变自己。人应该执着，但绝不可偏执。世界上有许多事是无法改变的，我们应该学会改变一切所能改变的，适应一切无法改变的。既然改变世界很难，那就改变自己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要做生活的智者，执着而睿智地做人做事。三，生活不可能只有快乐和欢笑，它就像一个五味瓶，有酸有甜有苦有辣，但只要你用心去品味，你就会感悟到无论哪种滋味都是一首动人的歌。四，逆境的出现虽不一定必有自我招引的因素，但大多数情况下总与自我弱点、缺点、失误相连。十五，在非原则性的事情面前低个头，不较劲，不偏执，退让一步，做点不伤筋动骨的妥协，这是在理性上对客观现实的合理把控。